На пищу ела.他又不认识你的中文字，你看那个有什么用？啊，没用吗？哎，没用也要拍。等一下，卡住了！我操，妈，这个手机老卡住了。换一个来。完了，卡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要从头再来啊？好。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找个。给你吧。哇塞！你算上放吧，因为要点一下数嘛。你怎么说黄的？谁给你说？三方正道。不行。你得进来。那个，这种快递的话，不会像那个小包一样的挤，那个压的吧？我知道小包上面可能是有些用压缩机压的哈。不会啊，那个装包的时候，它有个总包要打起来的，可能打了会挤。第什么叫塞？你要不要拿一双亮个鞋出来看一下？人家以为还标了包的石头呢。啊？拿个双鞋出来看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拿鞋照一下鞋，我都没照到鞋。要照吗？我们放炸药包里。里面。你看看是下面的石头，还是一块块照吧。照完之后再重新给它打一个光，还是去讲呀？视频不是为了做什么证的，就是发出去发给他看，让他有个数，知道吗？有些人就觉得，哎，你拍的视频我就不敢，万一也不敢有别的想法。
死你！一卷够啊！把他拿着名 ID 去搜，把所有的订单都列出来，我拍一下。也好了，你没擦了？这个裤子里面。我搞个皮擦。嗯。啊？嗯。皮擦。嗯。他奶奶。你要怎么吃？把他的 ID 找出来。这个有个标准，他这是聊啥呀？这是李宇啊，对面是李宇吗？你看呢？你在干嘛？是李宇吧？是，他妈的我咋了？那这个人呢？人才。走了。38。啊？DHL 咋算跑的吗？ EMS 不用算跑。你发 EMS。更贵。哪里算了？包子的。你先拿100块呀 ，EMS 9000 ，DHL 9000，你先点单子。帮你选最便宜的。行，是这意思。来到后家。没事。你待会儿给把贴几个，你还要给帮算呀。但是设计给发应该是你超个人跟进的，如果你要跑呀，跑到八点的地方，你个还得小米跑噻。如果忙了后是兄弟，你找小人行吗？行不行？8:06了，你说8:06我能咋办呢？你帮我算，帮我算一没事，那你算的确，你上次帮我一个钱。天天就可以算，还好。你都亏死的。毛线。全能亏，都是三根筋来的。都是三根筋，都没几多钱。要是本来我N根筋算的。你天天算跑吧，EMS跑的地方，你倒是跑的。